印象和坦白，他是十万年魂兽蓝鹰皇。原以为我们能够一直幸福下去，武魂殿的人发现了阿音的身份，阻止他，所有人一起动手。永别了，我的爱人。武魂殿的人还是逼上了昊天宗，大哥不得不将我除名并封闭宗门，我要你帮宗门重新崛起。爸，我一定做到。打开看看，等我将事情交代完，你就回宗门吧。我要你帮宗门重新崛起。这是生命的感觉，在六大魂骨排名中，右腿骨虽然靠后，但中间这块右腿骨的品质却还要凌驾于另外两块魂骨之上。这种生命的感觉只有万年魂兽才能出产，这是你妈妈留给你的，吸收了你妈妈留给你的魂骨吧。爸，我想她一定很高兴见证这一幕。妈妈是在催促我吗？看着你独当一面，妈妈为你感到高兴。照顾好自己，还有你爸爸。另外两块魂骨，过几日你回归宗门的时候，记得把他们交给你大伯。你已经彻底的脱胎换骨，但从身体角度来看，在整个斗罗大陆，你绝对可以排进前三位。爸，那双生武魂的修炼怎么办？等蓝鹰皇达到九环之后，就大胆的去为昊天锤增加魂环吧。只要身体没有异样，我想你应该可以一直修炼下去。以往我对你或许太严厉了些，以后你每年都可以回来看看我和你妈妈。我是不会再离开这里了，也不会再自残身体。爸爸，受到外界因素影响快速生长的话，会不会令妈妈修炼的时间缩短？修炼万年方能拥有真正的智慧，十万年才能再次化形，我这一生是没有机会看到了。不，爸爸，我知道有个地方能够让植物千百倍的快速生长，或许妈妈有恢复的可能呢。千百倍？你说的是真的？经过与长老殿众位长老商议，现有三个重大决定宣布。第一件事，身为教皇，我已确定自己的接班人，并由长老殿审议通过。
从今日宣布开始，册封圣女胡列娜为教皇第一顺位继承人。年纪轻轻就将突破60级大关，这在武魂殿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。娜娜的确比我更有天分，娜娜一直是我们三人之中最努力的。娜娜是我的传人，但她能获得今天的荣耀全凭自己。相信大家都听说了，她已经获得了杀神礼遇。第二件事，根据我们多年查探，曾经在魂师大赛中出现的那只10万年魂兽，目前就在星斗大森林中。大明，你怎么这个时候出来了？小五姐，我真的不喜欢你现在这落寞的样子。5年了，你一直都是这样。难道人类的世界真的就那么好吗？不，我想的并非人类世界，而是我的那些人类朋友。担心我，我没事的。小五姐，不久前我们在森林中遇到的那些人类又逃回去了。无论你是不是渴望回到人类的世界，这段时间都不要离开星湖，在这里我和大哥才能更好的保护你。哼，让他们来好了。当年如果不是我们不在，伯母又怎会？对不起啊，小五姐，我不是故意提起你的伤心事。没事的，都过去那么多年了，而且我已经找到了杀害妈妈的仇人，总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，为妈妈报仇。月关、鬼魅，由你二人带队，并携20名70级以上红衣主教以及邪月和燕，共同前往星斗大森林搜寻，务必将其活捉，交由本座发落。是。唐僧史莱克学院，我要让你们尝尝什么是极致的痛苦。好了，你们别为我担心了。小五姐，人类世界真的那么好玩吗？给我们讲讲你在人类世界的故事吧。现在还好吗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。你放心，我会努力修炼，等到了成熟期，我一定会去找你。爸，这里是冰火两仪眼。我已经很开心，看来真的来对地方了。我们先让妈妈在这里休息吧。小三，不要勉强，
哪怕你母亲不能加速恢复也无所谓，千万不要因为不适应而对她产生伤害。小三，收手吧。嗯。你妈妈很喜欢这里。爸，这里并不适合人类生存。你如果长时间在这里，恐怕会对身体不好。只要你妈妈好，我自己无所谓。那可不行。妈妈好不容易有了恢复的希望，你怎么能再出事呢？爸，我有办法了。第三件事，我决定开启猎魂行动，同时肃清七大宗门。猎魂行动？忍了二十年，教皇冕下终于要出手了。教皇冕下，请三思。安静。这件事，我已经与长老殿众位长老商议决定，猎魂行动将在一个月后正式开始。由教皇殿派遣人手为主，各武魂圣殿主殿需严格按照教皇殿颁发命令行动，不得有误。此次行动本座将亲自参与，如果哪个环节出了纰漏，别怪我翻脸无情。遵命。七大宗门，我会让你们知道谁才是这片大陆真正的主人。爸爸，吃了它以后，您就可以在这里一直陪伴妈妈了。这颗丹药以我的血作为药引，间接融合了两大仙草，如此一来爸爸便无后顾之忧了。等会儿你就出发吧，这里有我，你不需要担心。爸爸，我什么时候可以去找小五？等你到了六十级获得魂环后去吧，那时候他也应该差不多进入了成熟期，但在此之前尽量不要在武魂殿露面。嗯，很快就可以开始冲击六十级的瓶颈了，到时候我就能去找小五了。你去寻他之前先回宗门一趟，把我交代你的事情办妥，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得很好。但记住，我就你这么一个儿子。嗯，爸你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昊天宗，曾经的天下第一宗门，如今竟成了这般模样。